桃花。我的妈呀，我以为是桃花呢，怎么是你啊？哥，你吓死我了。我怎么又吓你了？你怎么那么快上来了呀？我下去的话买个东西很快呀就上来了呀，开车方便呀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，我心里可难受可害怕了。我的天，你害怕你难受什么呀，对不对？这还有你姐姐他们呢，对吧？你害怕什么呀，是不是啊？你买的什么呀这样哥？买的什么啊？我给你买了买了一些吃的，买了一个烤鸭，还有就是一些菜，今天晚上对吧，等一下去洗一下，然后呢我们继续做饭吃好吧。哎，那个怎么这你姐姐呢？啊，我姐姐呢？你姐姐，你问我吗？你姐姐呢？她刚刚去弄东西，然后弄了半天了还没回来。弄了半天了？嗯，弄了半天。你没给她打电话吗？她手机在那里。在这里是吧？哎，你不会有什么事情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样跟我们弄菜，然后等他们回来。不要弄！你现在对吧？哎呦，你在这里吧，我去找一下你姐姐，好吧？不行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你去，不用你去。你这样吧，你等一下，这上面有东西，别被什么东西吃掉了，知道吧？你在这看一下吧，好吧？那个一万，走，跟我走，快快快，快，快跟我走，在哪边的位置啊？在哪边？那边是吧？好，走走走，快快！一万，你慢一点，慢点，你往这边，我去这边。桃花，桃花，你在哪里？桃花，在哪里？啊？在哪里啊？我的天哪，在哪里啊？在这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在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？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洞，然后我想掰个这个石头过去把它堵一下，结果不小心踩空了。然后踩空了？对，我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手机也没带。这哪只脚？这么肿那么狠，痛不痛？痛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老是我不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是掰个石头都掰不好，万一我要不来呢？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现在还能动吗？起不来了，这样。起不来了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我来背他吧，我来背你，啊？你扶我吧，这样哥。我背你吧，我扶你，对不对？快，你拿着手机，拿着手机，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啊啊。腿也扭伤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你先坐，来这里，这里，慢点。你腿哪里扭伤了？我的天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我给你揉揉。没事了。你天天真的太不小心了。这样，我去把那个，你饿了吧？应该。有点。那这样，我把那个鸭子买的鸭子，哎呀，哎。嗯，这怎么被谁吃了？啊？怎么被吃了这个？啊？谁又能明白他的孤独，他的痛苦？肩上的伤是他对未来的渴望，四处彷徨。为了区区的碎银几两，他总在黑夜卸下伪装，眼泪也不再掩藏，几瓶啤酒半包烟慢慢的疗伤。
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东方花烛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。